听广州民生，广州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时讯。今日是一月四号，农历十一月二。潮汕机场更新服务通告：自一月十一号起，潮汕机场办理乘机特机手术的截止时间将提前至七月中三五分钟。机场方提醒广大旅客，按预留足够时间办理乘机手术。旅客进入航站楼的时候，需佩戴口罩、申报并出示健康码。同时，爱密切关注目的地目前防控要求，留意天气情况、道路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以免耽误行程。好，坐在来台金节上面。酒驾、醉驾、作危险驾驶、违纪公共安全，任何时候都是交警部门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本月一号凌晨，交警警兵大队敖东队的民警到溪边打击酒驾、醉驾专项行动等，只有拦下一名开摩托累累倒的男子。警车男子涉嫌醉酒驾驶，日前也成为话题，新年车祸界首宗醉驾。正值凌晨零点二十分左右，一只挖地河摆的黑色挪轮摩托车沿市区行回路自东往西行驶。被接近民警拦停检查，驾车的男车呢，一个开嘴，民警就闻到了酒气，停掉酒精呼气的检测，吹牛无所动心。我们就在现场对他进行酒精呼气检测，检测的结果呢是每100毫升的血液里面的酒精浓度是12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警车涉嫌醉驾的查甫是租住到潮汕路附近的三某厅。据伊介绍，此段一同租住驾驶摩托车前往金星路一家酒吧吃酒饮生意。经过行回路的时候，已经看到有交警拦网设卡骂车。到酒吧嘴边，三某厅吃了七罐330毫升的啤酒。生意的声声敲响后，伊心想路顶应该无交警了，就心存侥幸地开车转去来，无想到拍错方向，到再次经过行回路的时候，被接近交警抓到足足。他就以为我们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应该就已经收队了，所以就抱着侥幸的心理，驾驶摩托车沿路返回，最终在杏花路受到我们的查处，醉驾的追究刑事责任，然后驾驶证也面临着被吊销。随后，民警将陈某清带往威仪收费商场，并移交本交警刑警大队陆东队做警职部处理。经此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陈某清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51毫克，属醉酒驾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陈某清被交警部门依法刑事拘留，其第五届机动车驾驶证也将被吊销，五年来不得重新考取。酒驾、醉驾是一种藐视法律、漠视他人和自己生命安全的一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交警部门在交通管理工作中，对酒驾、醉驾都是以常态化、零容忍的态度进行坚决的打击，特别是在节假日，我们更加会加大打击的力度。近日，本人物报道了平海区南洞溪村近年来草皮大白淹沙，部分积水后甚至可能无收的情况。对此，当地农业部门十分重视，邀请西农业专家专业调研为农户支招。经初步推断，这座草皮得了一种新病害。东溪村正式草皮已有30多年，全村90%以上的农户从事草皮种植，规模达500亩左右，是天海面积最大的草皮种植基地。但近五年来，当地的草皮却遭我病菌侵害，造成大白减散。这两年，整个咱大部分要听那个农村的破烂还系个啊，有收完咱我就叫接受，收了台人今年收了唔够辛苦，甚至无收。这目前表现系是这个病菌，哦，
包括公务办、农委办、碳税办，这各方面两样东。为此，当地农业部门高度重视，专门请了华南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前来把脉，为正式好改革门对。这两日，专家们深入产耕地头，通过抽样测土，对草莓的病害症状发生规律进行调查，初步推断草莓的确是红血病。每个病都有它的特征嘛，有它的特征。我们看一下这个特征，就是以红叶病为主。我们这次呢，就带了那个植物病理的专家，还有土壤方面的专家，来这边看了这边的土壤，还看了这个植株，根据这个红叶病的那个传播途径，然后给农民制造一些，就是制定一些计划，帮助他们解决。专家所打的红叶病属于一种新病害，是几年主要都是针叫电车里和华南地的草莓病症当发病，死苗率加高。这红叶病我们国家也是从3年前就是应该说才注意到，才开始研究，就是大量种植的一个主栽品种叫甜茶李，甜茶李另外一个名字叫法兰地。它看别的病害，比如说以前我们老的病害白粉病、炭疽病都能看，但是这个新的病害红叶病它是杆的，所以说它对红叶病来说是个杆病品种。再加上就是有一部分种苗就是它这个带了这个病菌，然后这边的种植方式就是它灌溉啊是沟灌，这水串来串去的，就比较容易传染，一下子就很重。专家建议，想要贴对防治草莓的红血病，就做好土地的病害防控，并选择健康的苗种进行种植，到栽苗之后用药剂来防治。这一季可能就定起来，因为已经发病了，就很难解决，不能进行土壤消毒。就是下一季种草莓之前进行土壤消毒，可以用一个叫棉绒的土壤消毒机，就是按照它那个药的那个方法放到草莓地里面去，用薄膜覆盖就是2个星期以上嘛，最好3个星期，那个它土壤的病菌就会死。还有一个就是用一个叫石灰氮的氢氨化钙，氢氨化钙也是混到土壤里面去，但是要加一些有机质，附上那个塑料膜在地里面，它会在地里面发酵发热在这外面呢，我们这个南方的太阳会到60度左右，这样子放2个星期到3个星期，最好放3个星期，地里面的菌被杀死了。听了专家的指导后，真是后悔，心里也变大失了。土壤话，伊也有在搞往山有生，那土壤有让变黄色改亮。包括那有让变小白，有让少啲块地话，对住搞草莓改正色，我哋比较帮助。继续来改谈棉花店。棉花店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甲老百姓息息相关。比如咱个住房养老、医疗住件以及经济交往等方面的法律保障，都令到棉花店当找到相应的依据。棉花店卖矿片的一大亮点，是增加规定了居住权，明确居住权原则上无需设立。居住权人有权按照下等约定或者追逐，经登记占有适应他人的主体，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发行人士指出，这认可保护了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另外话题，有助于改革房屋债务对象，更肯拍背顶我教的现实问题，以及为工作班及老年人以帮养老等提供法律保障。更关注民生啊，换句话讲就是更接地气，然后把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关心的一个点写到了民法典，更加贴近老百姓的一个生活。有一些老人把自己的房屋卖给他人，用所得的房款用养老，但是他要跟他人达成协议，继续在这个房子里面一直居住到他去世为止。我们的民法典对于这样的一种权利进行的规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前我们法律对这样的情形没有规定，而导致产生很多纠纷。大到买房，小到交水电费，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下单。针对近年来下单年货的新问题，民发店到下单片也做了一系列的规定。
比如增加规定物业服务校等，为老百姓解决物业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为适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及百姓网购习惯养成的需要，网上电子下单订立规则。比如说我们进行网购，我们提交了订单以后，商家他不得单方面反悔。再比如说我们在网购以后，商家将相应的商品提交给快递，在整个快递过程中，直到我们的消费者签收这一个商品之前，引起的一切风险都由这个商家来承担，这是民法典进行了一个清晰的明确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些现在都网购都会说平方对往来大家打往在消费者打租金放心都打租金有保障。另外民法典还命令禁止高利帮贷，并完善解释条款制度，对霸王条款说不，有利经济部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我觉得更加人生活，更加透明，就当你家人攞交钱啊，加攞食点上补来往的时候，更加化妆，更加我觉得较好，较放心。人生里我觉得更改做的呀。再话，金平区梅埔梅花工业区直属地方独占企划，龙烟直度加大，消防人员迅速出动前往扑救，黑区民警也第一时间到现场调查。警察事故是因为月埔居民谢某明到空地点火烧杂草之后，引燃附近的古龙土。目前谢某明已被控制。早下过三点外，金平区月埔月花工业区附近空地有废弃龙土起火，火势极度又大，乌烟滚滚，散发出重重草味，不少过往空乘拢被惊到出下桥。大家都知道嘛，那个火很大，烟吹到那边去了，吹到月湖去了。有，他们有打电话报警啊。消防部门接报后，迅速出动人员甲车辆前往处置扑救。警方也同一时间到场调查，并且月埔82岁的谢某明到月花工业区空地征采，发现采地附近有杂草，就点火烧杂草，导致火苗蔓延到附近直烧毁古龙土点。影响存放的古龙土，现场明火随后被扑灭，目前点火者谢某明已被控制。听他们说是一个老头在菜里面点火，结果隔壁那个就烧起来了。当开天干火潮是火灾多发高发火灾，相关部门呼吁广大市民要增强消防意识，注意引点引火瓦窗，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为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拢将受到严肃追究，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高空抛物路线令人厌恶，但有人不敢文明点错天的事。当新设一间车道市区金茂路某小区三楼，怪月在楼顶正有住户想以来露台高下高两卡等杂物，让以来把手空掉。为此，邓先生到露台装了粘落石地，并求助了泡沫智能。邓先生的来到三楼，露台面积有940多平方米。一旦到露台对着强毒楼层过道的地方，经常帮楼顶做好高空泡沫。由于担心男性挖窗，这个位置已经成了家人的金库。经常到楼顶，从高处都要拉石头了，要铁雕啊，铁棍啊。或者都挨着个，特别是个风涛、风急啊，经常两个在屋顶是无接掉，又将它给倒毁起来。一只情况也经常有，骨头顶间能打，又计问一沟通，同埋一日唔使得是自然多噶，所以也直接无呢办法。据邓先生嘅妻子介绍，日常当不时爱护高增做好，掉物件交易来露台顶杯，伊到业主空袋杯提前后，掉物件嘅做好，一般拢会主动道歉。但这种人却拒不承认，或可能是故意泡沫，才让伊来的生活大受困扰。为此，伊人到露台换装了粘落石地。近日，楼顶又做好，往伊来的露台各高两卡，发出了好大的响声。如记得抓泡沫者所到楼层，到视频台边清晰可见。总共12:38，我等下个家己上来，那就听到风来叫，
即我马上就会掉金矿，坐顶我过嚟盖两落来，个水烧真系高落来，受控泡咩打落来，个是牛骨空运动来，有可能系令人烧死啊咩。邓先生的妻子随后把情况反映给小区门员，并找到楼顶涉事的住户，但对方却拒不承认。门员就打交时，佮人家用前两边两边交空炮咩，然后伊就冷出住户，佮侬见到冇声做，都唔知这个住户做你为什么静静啊些歌。我暗计啊无咩打赌，我出来为了伊唔爱承认。邓先生夫妇就希望楼顶的住户就讲文明，卖再随意泡沫。交通泡沫只能整行为呢，又有无公德性，老些帮一阵啦，或者是拿着人啊，也是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建议那或是着有道分，或是着那随手搞啲道分汤。各个出台法律，交通泡沫是爱能够刑法哦，刑法正是个下个法律，然后买两交通泡沫，就造成严重后果咯。根据相关规定。高空泡沫造成他能男性财产外创受损嘅，应承担相应嘅情况责任。而刑法修正21也明确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炮弹物品清查严重嘅，处一年嘅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是构成其他犯罪嘅，依照处罚加重嘅规定定罪处罚。所以防空气草泡沫者尽快收手，以免达到法律的安全。落来那一批个是一名义工，已经想要帮助人，如今却昏迷不醒，急需社会相助。伊就是重新慈善会公交派出所主任吴方明。去年六月，吴方明突然醒过，不省人事。虽然经过开颅手术抢救，保住了生命，但半年过来，吴方明仍昏迷不醒。期间，苏恳求社会热心人伸出援手，帮助伊人挺过难关。去年六月11号凌晨，吴方明突然昏厥，不省人事，未紧急伤亡，调往民生医院抢救，被诊断为颅脑大出血。经手术后直接昏迷，解外月后家属将伊转到广州治疗，但大半年过去了，竟效唔大。吴方明至今仍昏迷不醒，只能又转回民生医院，每日进行血液控制、营养补给、甲能量身体等治疗。手术的一个过程是比较顺利，但这个又主要是因为这个病人出血量大啊，那么这个预后总体来说。所以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一个千年昏迷的状态，目前还是在我们这个神经外科继续的一个康复治疗，目前是一个千年昏迷，所以我们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康复，还有一个生命支持的一个治疗。这段时间重新国药判事处的义工同事经常转去推磨几位义工大头人，希望以早日收车结束多年大家扶贫之困。有车要啊，你就起来大年二工对做人做好事啊，啊，方面，希望你早点醒来啵，就醒起来，你来关心做人，贫困户，需要就出来帮助，你慢慢醒起来。吴方明直接热心公益，2016年，伊带头成立了护癌义工当家队，随后又成立了重新国药判事处。多年来，伊带领义工抽出善款，扶贫济困，救助病患。每当有灾害来临，伊也总是冲锋到灾，抢险救人。伊始终生病，希望各界热心人士能够来救助他，或者有在食出香味，吼，来帮忙救助他，快快收钱。面对昏迷不醒的吴方明，妻子张建梅除了照顾两个年幼的老囝，每日拢到病床边呼唤伊，鼓励伊，甲病魔强强抗战。张建梅答：吴方明发病转许段时间，到日唔会着胃困难好，抽血上困，最终导致脑出血。自伊人来，经济无限，连吴方明的医药费拢难以承担。据了解。吴方明住院治疗半年外来，已经花费了上百万元，
如伊个妻子去年也心患癌症，但伊仍坚强面对，抱着希望。这个费用半年多，就是我小叔黄冠杰帮着我的。我去年我自己也得了癌症，我每个月也是要吃药，要复查，也是我小叔也在帮着我。现在我老公就是醒不过来，我就是希望社会爱心人士能够救救我老公。嗯，然后我的小孩子两个，一个女的才十岁，一个儿子才7岁，我希望大家救救我们。近日，被秋光主改，江西北乡县两通五海话灾性双狂。江西高院国家撤销往日性判决，该方双手杨光义实行。北投政治权力中心并依法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一审实行到二审以自首为由该方死亡，再到直抓智能灾性该方实行，这是一个新疆正义的过程。被杨光义强奸并残忍杀害的女孩，当时年仅10岁，伊带着大家采摘好的八香果，去乡里的收购店的时候，遭误杨光义行凶。此在该案一审判决杨光义死刑，但随后江西高院认定杨光义负自首轻罪，改判杨光义死刑，缓期5年执行。这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众所周知，按照一般情形，除非被判处死亡以后，通常可以免于直死。如果连小生的恶性案件拢免判死刑，这就可能给社会留下自首就有变保命的影响，法律对犯罪行为的警惕力难免有所下降。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许，甚至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就安清日安，八乡县两通五海湾并无就对疑点，正如法院所再审判决当所讲，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然而，法律条文当的可以，并不是应当。事后对自首的犯罪人往进行轻判，看着阁下具体案情来看。如上所述，杨光义的犯罪行为严重触发社会公正安全感的底线，必须依法从严从重惩处。特别关注的是，江西高院做再审的时候，专门提交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的意义。法院再审查明，杨光义到案发前有多次实施骚扰威胁未满14周岁幼嫩的行为，对被侵犯的未成年人身心造成严重伤害，严重危害社会公正安全。其实施犯罪的动机、手段、过程和后果等方面，表明了极深的主观恶性和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八乡县两通五海湾之所以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也多于被害者是十会两通。杨光义的犯罪行径挑战了社会底线。八乡县两通五海湾在新界实行判决，无积极社会同得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对涉嫌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法律逐步轻改放过；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分子，逐步告诉。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个，感谢各位收听，再会。